好了，继续来到我们的攻略吧。我们来这关。哦，这关是个有点类似那个隐藏关的那个。你必须按下 P 开关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往前冲。小心，然后赶快吃起这个 P 开关。然后我们就吐出来，按 X 按下就可以让游戏把 P 开关吐出来。然后我们就跳上来吧。在、啊、这边你可以不用怕那个石粪龟，哎呦，呵呵，好爽。喂，泛滥哦，哇，游戏啊，拜托你合作一点好不好？喂。OK， 小心这个。你别在这里踩。Oh my god！ 这样跳，哇咧。嗯 ？No！ 哦，对。呀，这样只要一失误，我们就会死的难看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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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要过了吗？告诉我。天啊，我买，好啊，随便的，能过就好。OK， 要过了吗？哎，哦耶，哦，真是，喂，算了，随便的。好了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子道具物就出现了，不错。接着我们来过这一关吧。好。我们上次是过正常关还是哦对上次是过隐藏关，可以哦，随便啦，我不要活啊。 Oh no， 算了，随便啦。哦哦，跳哦，喂喂喂，你好可怕、哦。